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。 今天改版就追加了新的装备，跟以往不同的就是今次不是抽的，是改为了免费送给大家。画面左上方就会有一个新的叫做永艳段路的。整个活动里面会维持28天，里面有日常任务，这个日常任务就跟常规的日常任务是一样的，亦都有挑战任务可以拿到经验值，经验值就可以升级个段路，每一个等级分别都有奖励可以拎。如果你货金买这个黄焰之灵的话，每一个等级更加会有额外的奖励。当这个等级升到最大的 level 10个阵之后，再拎到的经验值就会转化为这个神焰段取。神焰段取就可以到商店里面的神段秘库换取多项的丰富奖励。当中的黄焰段武之刺更加可以挑选今期四件最新的装备任意之一，而这个商品是可以兑换4次，换句话来说就可以免费储齐四件新装备了。而多出来用不完的神焰段取是可以带去下一期的永艳段落的，所以就放心努力解任务啦。那今条片是这样先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 comment like share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会，拜拜。